父亲拼了命也要供出两个大学生，要上学，要读书，要有知识。然而大学毕业的两个儿子竟然先后都跑去抓老鼠了。在我回家，我他们问你儿子做什么工作，我就不敢讲。抓老鼠一年抓出了100万的营业收入，大学毕业生发现了抓老鼠的什么商机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是，那是我大的。一种令人生畏的昆虫，它如何又发现了年营业收入过100万的商机？爸爸，对不起，儿子全是为了这个家。欢迎收看《致富经》。有这样一个人啊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大家都休息睡觉的时候，就是他出来工作的时候。那他这大半夜的出来是干什么呢？他经常在夜里啊被人请去解决一些燃眉之急。这份工作听起来有些神秘，而正是这份神秘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每年上百万元的营业收入。晚上9点，一家早早就关灯打烊的饭店终于等来了他们今天最重要的客人。每到一处新的环境，钱永强都会先仔细查看一番，他的眼睛能看到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。钱永强将自己看到的在地上画出来，然后架起了一些极细的金属丝。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，他画上了一条粗线，并在这条线的周围撒上水。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在这条线上将要发生的事，钱永强架起了一个微型摄像头。就你们常常都这么晚吗？有时候要你打就会打到3、4点钟吗？那岂不是人家睡觉的时候你在干活？是的，因为你就你的时间不定。是哪儿的？是这边吗？哎，右小右小。对，哎，这很大呀。啊，超级大的。小心底下。我看肥吗？它很大很大，你看，我天，哇，我天，那它的脚还搭在上面，哇，快去捡，快去捡，小心哦。它是倒在哪个位置？中间。但是刚刚我们这个画的粉笔线，它这怎么笔线冲到这里呢？还有粉笔头这里呢，是一个小箭头。哦，有粉笔头。对。通过架在这里的摄像头，我们看到，这只老鼠先是在门口侦查了一番，然后从门缝里溜了进去。正当他要越过钱永强画线的位置时，惨叫一声当场倒地。为什么老鼠偏偏就倒在钱永强画了线的位置呢？这还要从钱永强干的这份让他老爸说不出口的工作说起。我没想到他做这个生意，这个生意在我心目中还是不认可的。我现在我跟你讲实话，在我回家，我他们问你儿子做什么工作，我就不敢讲，不好听。钱永强出生在安徽省阜阳市的农村，是靠着父亲每个月打工的600元钱和母亲烤的红薯，才供出了他和哥哥两个大学生。农村必然得走这条路，不走这条路，你融融圆圆，祖祖辈辈就没出路，你走哪有出路啊？要上学，要读书，要有知识。父亲从来就认准了在农村只有上学才能有出路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2012年自己辛苦了半辈子才培养出小儿子上大学，可这小儿子竟然辞掉工作跑去抓老鼠。更让父亲受到接连打击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同样大学毕业的大儿子竟然也把工作给扔了，也跟小儿子一起去抓老鼠。父亲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两个儿子都被抓老鼠迷了心窍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
两个大学毕业的儿子，光抓老鼠一年居然就抓出了100多万元的营业收入。人走人道，鼠有鼠路，要抓老鼠先认鼠路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捕鼠人，钱永强的眼睛就是有这个本事，他能看出老鼠走的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指出在这个房间里老鼠的必死之地。今天老鼠肯定会死在这周围，百分之百的。钱永强画哪儿，老鼠就死哪儿。钱永强画的怎么就这么神奇呢？半个小时后，发生在这里的一幕，连钱永强自己都惊呼从没见过。两个，这个真的很难见到。双棒儿哈，我做这一行做了几年没做过。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。第一次碰到，这下太厉害了。哇，我还能动，要回。啊，快抓，看到了吗？让我们回放一下微型摄像头拍到的画面。这是两个。在哪里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少见？就是同时打到两只的情况很少见，就是我们做这么长时间，就同时在同一个位置打到的，没见过。到凌晨2点，在钱永强画线的位置，一共放倒了5只老鼠。为什么钱永强画了线的这个位置，就成了一个老鼠过不去的生命线呢？我们可以听到那边有声音，你看冒火花，看到没？它只要和地接地的，它基本上它这个老鼠哇，高电压微电流，老鼠个头小，只要碰到这些电线就立马被电晕。电击老鼠呢，它也是一种灭鼠的方法，它的那个电击的那个幅度，它应该是要保证对人体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不是说你一个电击然后你人一进去就把人电死了，它不会，这个要保证人的安全。我想的这个它的那个电力正好能够把老鼠打晕。人碰上是什么感觉呢？比较麻吧，就是像这样的一次电击老鼠，钱永强收费500元。他告诉记者，电击老鼠只是他灭鼠方法的其中一种。2014年，钱永强单单凭借灭老鼠就足足收获了100多万的营业收入。钱永强是如何靠着灭老鼠年营业收入过百万的呢？命运又是如何推着他从一名大学生成为一个专业灭老鼠的呢？2009年，钱永强的父母亲相继生病，家里急需一笔30多万元的手术费，一下子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呢？钱永强想起了以前打工时的一段经历。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钱永强曾经在一家超市做售货员。一天在清点货物时，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发现你的香肠啊，咬了个小孔，就不知道咋回事。最后问了一下一些老员工嘛，他说这是老鼠咬的。老鼠的食性杂，爱吃的东西很多，几乎人吃的东西它都吃，酸甜苦辣全不怕。为了灭掉老鼠，超市负责人请来了专业的灭鼠公司，灭一次老鼠收费100多块钱，这让钱永强觉得很新鲜。灭老鼠不就是买老鼠药吗？不就是买几块砖板子吗？哪能还会请人去上门灭鼠？灭一次还有100多块钱，感觉钱来挺快。就是这一次发现，开启了钱永强灭老鼠年营业收入过百万的财富序幕。在一些专业机构培训之后，钱永强获取了有害生物防治员资格。2012年2月，他注册了一家公司，专业抓老鼠。不久之后，他还鼓动了同样大学毕业的哥哥辞职跟他一起干。兄弟俩走在大街上，挨家挨户的问人家要不要抓老鼠。刚开始真的是拉不下那个脸去，晓得吧？你去过之后，别人看着你啊，你们干什么的？再说一遍，没听清。
我说我们灭鼠公司的，真的是受到白眼的。灭鼠公司的，我们不需要的。为了让他们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公司显得有些实力，兄弟二人想了个好办法。他接的业务我去做，我接的业务他去做。不然别人会说，哎呀，你这公司怎么这样的，你自己做业务又当经理又来做事，别人说你这是什么公司啊，首先就产生不信任，你这是你肯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司，你做不了的。十多天后，钱永强接到了第一单生意，可是当他把抓到的老鼠摆到客户面前的时候，对方却拒绝付钱。人家客户说，你灭了还有，灭了还有，咱不能说你没效果，你怎么灭了还有，灭了还有，永远都灭不完，你就灭了那么多老鼠，我老鼠还有，我怎么办？老鼠抓得再多，客户却不给钱。然而就是这次看似不合理的遭遇，让钱永强找到了猎老鼠年赚百万的财富关键。记者采访时，钱永强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儿。一个家住31层的客户打来电话说家里发现了老鼠，钱永强赶紧赶了过去，他还特意带了两个苹果。这里面还有大苹果吗？这是你自己要吃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老鼠准备的。你好。31层怎么也会有老鼠呢？在房间里查看一番过后，钱永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苹果切了起来。你知道他现在要怎么弄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还在削皮，是好像给人吃的样子。女主人告诉我们，他们一家刚搬到这里，房间天天打扫，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31层楼老鼠是从哪里飞进来的。一条整鱼这么大的鱼嘞，2斤多，全部吃完了。我回来就是只是看到一些骨头，然后零零碎碎，反正地上掉了一地，是吧？看吗？这老鼠缩进去了，老鼠已经咬坏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它是那巧克力，这在看到吗？看到吗？那是老鼠搞的。再点，看到吗？这个尖儿已经被老鼠咬掉，看这老鼠咬过，看到没？看到吗？我怕小朋友捡到了又吃掉了，就看到没？看到吗？在这个看似寻常的房间里，钱永强却找到了很多老鼠的痕迹。不就很小小的一个吗？哦，这就是老鼠屎啊。嗯，对。当地特色美食吗？这个是啊，这是湘西腊肉。好，咱们找专门看一下好吧。这么多，这个不会有老鼠吗？我们就是怕老鼠，所以才用绳子挂在这里，可能挂着会好一点吧，没发现咬过的痕迹。看到没？啊啊！有老鼠吃过吗？你看到吗？它这一点，它明显它的印子。天哪！这边刚好是暗色，这个有点明色，看到没？哎呦，那我还是不是？老鼠有磨牙的习惯，这种硬邦邦的腊肉不但可以给老鼠磨牙，还能让它饱餐一顿。钱永强把新鲜的苹果切碎拌入鼠药，这种用新鲜苹果做成的鼠药果盘，老鼠吃着又方便又好吃。但是31层楼的高度，老鼠是怎么上来的呢？钱永强注意到了这里没有安装纱窗的窗口。这一块你如果不加装纱窗的话，老鼠完全可以从外面进来。老鼠的身体十分灵巧，它可以缩骨穿过狭小的缝隙，也能飞檐走壁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老鼠的天敌猫当作宠物养，很多家养的猫都不逮老鼠了，老鼠竟然也跟猫做起了朋友，足见老鼠的厉害。从窗户上发现的老鼠脚印就可以看出，31层的高楼，老鼠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找到老鼠进来的途径，一次完整的灭鼠服务才算结束。然而回去的路上，钱永强却告诉记者，这家根本就没有老鼠。摸的时候就是用纸用手戴上手套摸的时候，发现老鼠屎都是硬的，没有信，就是说明这个老鼠可能是3-5天至少10天以前的，所以说很可能老鼠不在室内，可能就是说没事晚上过来串串门，看有好吃的东西就过来吃点，然后吃了就走了。那就给它放一些那种鼠药就管用吗？只要堵上路了就进不来了。堵上路进不来了，如果说里面还有，那么咱们有药控制就解决了吗？以前抓了再多的老鼠，客户却不给钱，
现在一只老鼠没抓到，客户却付了钱。这就是钱永强灭老鼠年营业收入过百万的关键所在。以防为主，以杀为辅，防是防杀结合。你怎么灭？如果说你它源头这一块你没控制好的话，它是还有啊，它不可能你灭了以后它就没有了，它比从别地方还是往这跑了。以防为主，以杀为辅的理念让钱永强赢得了更多的客户。到2013年3月，创业的第一年，钱永强就拿下了40多万元的灭鼠业务。就在这一年，钱永强又招聘了5名大学生，组成了一个大学生专业捕鼠队。钱永强发现，很多市民都并不了解专业的灭鼠知识，老鼠药该去哪里买，买回来要怎么用，鼠笼该放在什么地方才能捕到老鼠。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放在那个老鼠经常过的那个地方，你别到处放，看到没？这样的一种宣传活动既普及了灭鼠知识，也打开了大学生捕鼠队的知名度，更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商机。2015年春节刚过，很多人都给钱永强打来了电话，说自己家的周围发现了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景象。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啊。在长沙郊区的一间工厂的院子里，这里的很多树已经只剩下树干。已经被白蚁包光了，看到吗？是空的，是空的，看到没？是空的。就在这片位于厂房旁边的树林里，距离地面约1米深的地下，钱永强挖出了罪魁祸首。看到吗？哪？这就是白蚁的其中一个复巢。哦，这还是腹巢啊！腹巢，你看这蚁路吗？看，这就是白蚁的蚁道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眼前的这个蚁巢足有篮球大小，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，在这些小孔里进进出出的就是白蚁。白蚁是一种危害性极强的世界性害虫。最为可怕的是它的危害极其隐蔽，它会在无声无息中注视着房屋、家具、树木。被白蚁破坏过的地方外表看似完好，里面却千疮百孔，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损失已经非常严重。想要灭掉白蚁，就要挖出蚁巢，捉到蚁王、蚁后，捣毁蚁群。钱永强小心翼翼地抛开蚁巢周围的土，一点点将一个完整的蚁巢包了出来。这样能钻出来不会碎吗？不会碎。我怎么？看有多大，慢点啊！慢点，轻点。哇！天哪！看到吗？天哪！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看看白蚁，看白蚁。哇！看到吗？那里面。看里面。那里面，天哪！那看这。看这里。它这。全都是在，哇塞，还有一半是吗？是这意思？对，还有。如果说白蚁是个王国的话，白蚁巢就是他们的宫殿。但是这个宫殿看上去像是很结实的水泥，可实际摸上去却是疏松的泥块。软吗？很酥软，它必须经过太阳晒过以后才会变得很硬。松软的白蚁巢可以像掰馒头一样轻松地掰开。但是掰开后的景象却令人竖起汗毛。看，然而，就是这些令人惧怕的白蚁，让钱永强又找到了一笔年营业收入过百万的财富。一旦感觉受到威胁，白蚁就会发起攻击。它咬过你之后啊，它基本上是动移动不了了。那个两个感觉，对，它两个大牙就卡在你的肉里了。你说你不动它，它一直会在上面，你甩都甩不掉。它头还在上面咬啊。咬完人，白蚁自己也会死掉。但是它吐出的酸液会将人的皮肤腐蚀出一个印记，这种酸液甚至可以腐蚀混凝土和金属。
为了更好地研究白蚁的习性，钱永强将整巢的白蚁搬回了公司。他想借此机会对员工进行一次培训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，有了一个让大家又惊又喜的发现。不是，那是我大的。哪儿啊？这是我大的。我看一下啊。不是大的。是。在哪儿？这是个大的。看一下，等一下看一下啊。它是一个大的，周围围了一圈小的围在它身边。这个地方，等一下再剪，可能就是以后。这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，能看到它们在洞里是什么状态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在挖主巢的时候，它已经受到惊动了，公蚁的话就会把它给转移，把这个蚁后给转移走。只要蚁后不死，它这个巢就是你随便你怎么挖，它以后还可以再发展起来。但如果是这个蚁后被抓到了，它整个这个公蚁，包括冰蚁、小白蚁，基本上都会死掉。白蚁的繁殖力极强，蚁后24小时的产卵量最多能达到3万多粒。然而，一旦没有了蚁王蚁后，剩下的白蚁就会在2-3个月之内陆续死亡。整巢挖除的方法适合于在户外使用。对于很多已经装修好的建筑，钱永强会为他们安装白蚁引诱箱，在盒子里放上有毒的诱饵。这种诱饵能把白蚁引诱过来，同时具备一定的毒性。白蚁一旦吃下毒饵，毒性就会缓慢释放，并且通过白蚁之间的相互接触达到传播的效果，最终整巢销毁。2014年，钱永强将目光锁定在了更多的企业客户身上，他开始帮一些食品企业通过虫害审厂认证，为一些对外出口的食品厂提供灭虫害服务。目前像钱永强这样的虫害防治公司，仅湖南省就有100多家。以防为主，以杀为辅，是行业内普遍认可的准则，但真正做到的却很少。凭借严格遵循以防为主、以杀为辅的理念，让钱永强在行业内脱颖而出。我面对的是全球客户，那么我就需要有具有全球客户思维的这样的团队跟我合作，否则的话就不用看。抓老鼠他们可能不是最强的，但他的思想是最好的。到2014年，钱永强把营业收入做到了200多万元，其中100多万来自灭鼠，100多万来自灭白蚁。2014年，钱永强兄弟俩如愿帮助母亲完成了手术。2015年，兄弟二人说他们还要努力赚钱为父亲治病。心脏肥大吗？虽然我妈妈病看，但是我现在的看到我爸爸这个状况，其实我每天也是心惊胆战的。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对，还没有完成，还要。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我想2015年我一定能做好。以前人们说360行，行出状元，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说36000行都不止，也一样，行行都能做得很好。像我们这个行业，看似一个很小的一个项目，就甚至别人不屑一顾的一个项目，只要你坚持去做下去，它一样蕴藏了很多的一个商机。关键看你是否坚持下去，把这个事情去做得更好。钱永强告诉记者，有时候想想啊，这心里面挺难受的，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早点进入到这个行业呢？如果能够早点创业，就能够早多挣钱给父母亲治病。他非常想跟那些想创业的人说，想到就去做，不要错过机会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，同时欢迎登录央视网浏览查询。好，广告之后一起来看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。他大学毕业返乡，却游手好闲，遭人耻笑，父母也伤透了心。家庭的不幸接连而至，他一夜之间发生转变，成了别人眼中的拼命三郎。他的豆腐很特别，能像乒乓球一样弹起来。六七，他的豆腐干折不断，而且还摔不烂。一二，他让负债100万的豆腐干厂起死回生，8年时间年销售额过亿元。他是如何破茧成蝶，成就豆腐财富的呢？